我今日来稍微介绍伊个迄个生平历练啦。即代好哩讲。上出名一项代志，就是1970年诶之前吼，伫美国吼，后尾就是国外大陆，啊，就是一个政治人才。啊，伊是现代化工作建筑业吼，啊，毕业吼，啊，留学美国。哦，啊！1991年登来台湾，哦，啊，北京坐甲一年啦，哦，啊，买酒，即马出来，啊，即马是一个运动家，啊，咱欢迎这个林教授来。一退休。今日。民政府的新生律师，大家好早。我今仔日安尼看到有日头吼，啊，真欢喜啊！我前两摆都有来吼，寒到要死安尼吼，穿破些衫，搁穿迄个肩吧，搁地破些帽啊吼，寒到等于都感冒咧吼。我即摆真好，我讲春天总是会来啦吼。啊，咱台湾的春天万了咪到安尼吼，咱咧寒人吼，六十几冬啊吼，嘛应该要有春天啊，安尼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今仔真欢喜啦吼，啊，透早来，我入来讲，因为我今仔六点要爬起，我咧肚子人吼，拢较晚起来，啊，今仔特别早吼。所以吃无足饱啦吼，啊所以看伊只诶，够番薯糜嘞吼，袂歹嘞吼，所以我食两碗番薯糜，啊配一块豆乳，哇有够好食吼，诶所以袂歹。啊，今仔当然是我主要要讲吼，就是讲咱这个，咱1920年代，这个台湾的精英啦吼，精英就是讲。即台湾的知识分子、靠角青这人，像咱在座的各位安尼吼，即精英对时代、台湾时代的这个回应啦吼，这个时代是安怎时代，咱应该采取什么款的策略？吼，啊，就是咱1920年讲到即卖将近100年啊，吼，所以咱台湾。台湾人大家啊拼安尼吼，一百人来，也阁是互人通知吼，也阁是其他人要甲咱通知吼。啊，咱即摆甲看吼，啊报纸啊看，电视啊看吼，总统府是其他人的吼，啊台北市迄嘛是其他人的吼，啊台北县即摆叫做新北市。我嘛是吉拿人嘞吼，啊，搁台中嘞，吉拿人，哦，瑞瑞迄嘛是吉拿人吼，啊，所以说讲整个台湾拢吉拿人咧甲咱支配，吼，啊，即税金啥物人咧纳呢？啊，台湾人啊，你即台湾牛啊咧吼，啊，透早目睭天光就咧拼经济吼，啊咧认真趁钱，啊交一寡税。啊，结果咧，钱啊，人咧甲你开咧吼，开到爽歪歪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来想着这代志吼，真唔甘愿，吼，真唔甘愿，啊，所以咱有影啦吼，咱来较拍拼咧，较努力咧吼，啊，看透过这个民政府有法度协用台湾家己的国家，啊，咱唔够有迄尊严，吼，咱要出去。摕着一本咱台湾国的护照，哇，你真有尊严嘞吼！他袂讲，美国法院个咧判讲，啊，你台湾人65年来，啊，拢无国籍啊，哦，啊，生活伫政治连家内底啊，真艰苦啊！啊，咱真侪人就无法度觉醒，哦，即点社会啊，真害啦吼！啊，佫透早我来，
啊，拄着一个老朋友呢，吼，十几年前，伊甲我拢关伫大安关山上乡，一个叫做外野家啦，吼。哎，啊，我伫遐关一年啦，吼，啊，是哪个讲关一年呢？啊，我到1991年，吼，30冬来唔捌转来台湾，我拢伫国外，吼，啊。毕业了后就出去留学啊，啊袂当转来，啊所以我转来是偷渡转来吼，啊结果国民党讲，哎、欸、你袂使偷渡转来啊，你是违反因咧讲的国安法，吼、哦、啊甲判一年啊，我岂有处理咧，啊即阮兜咧吼，啊阮兜我袂记啊说是我搬厝啊过啊转来阮兜，啊即犯啥物法，吼、哦、啊伊嘛是讲。无啦，嘛是甲我判一年吼、哦，我用一年是判假的，佫唔是的，真正来遐关的吼，关365天安尼吼，啊所以伫个所在我拄着今仔嘉义来的这个江山湾江氏的吼，伊话这个嘉义话真热心吼、哦，对台湾的这个，我人非常拍拼，啊伊本身也是画图的吼，画图家的吼。啊，即马咧做老师啦吼，真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台湾 AA 啊吼，拄着拢会拄着一寡熟识吼，啊，所以咱袂使做歹代志，吼，拢会拄着人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啊，拄拄啊听 Richard 咧讲吼，我法国巴黎吼，啊，伊的人权啥物比，当然是比台湾较进步啦吼，啊，我想起一个故事。大概10几年前，我去巴黎去澳洲佚佗吼，啊，因为我是爱画图，啊，所以若出国我就去看艺术馆啦、美术馆啦吼，啊，去了开始爱买票，哦，安尼就钱底下摕来买票咧吼，啊，这个法国人的卖票的人咯，佮问我啊，你是几岁啊？我讲奇怪，问我几岁要请，我咧买票咧。如果你敢有超过60岁，我有啦，我毕过啊，超过60岁啊。如果安尼哦，安尼唔免钱的，你，哦，如果真好康安尼哈。啊，台湾呢，即马四季拢 BOT， 吼、哦，啥物清境农场啦，啥物武林农场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啥物林务局的，啥物公园啦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拢爱钱呢。讲啊，啥物清洁费啦，吼、哦，迄拢足无理的啦，吼、哦，迄是咱的土地，咱的国家。啊，我去看咱的风景，哪来纳钱？唔免纳钱，照讲拢唔免个纳钱，这才无理啦，吼、哦。你若比较国外，吼、哦，我伫瑞典待11年，吼、哦，公共设施的物件拢免费，因为你税金拢给你纳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像迄个舞，迄、那个清境农场的哦，吼，佫收袂少钱呢。门票，我记300几元呢。啊，收收钱单倒去，拢用员工的福利啦，钱拢无交倒去国库啦。所以这实在是足可恶的吼、哦。所以即摆台湾就是这个政府的 BOT 的政府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摆吼也袂好习惯，电脑。你那会使了吗？要不要？啊，安尼，啊，即马就是咱这个民政府吼、哦，连续办3次啦吼、哦，啊，各地这学员啊，渐渐多啦吼、哦，啊，民政府这个理念，但这个林志兴博士啊，为者合作，诶，这个。研究的结果吼，因这论述吼，我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正确啦吼。啊，对台湾指出一条路，吼、哦，这条路就是讲要安怎去行，较会通。啊，咱过去100冬来，就是伫遐细大关地，伫遐细拢袂出去吼。啊，即摆有影，因为你对台湾问题要了解吼。就是像 Richard 呢，对国际这个国际法、战争法，啊，咱较了解讲有影，咱台湾都
战败，咱即马看报纸拢讲，哦，日本战败哦，啊，想讲，哎，咱台湾是怎样嘞吼？其实迄当时台湾就是日本的土地啊，所以日本战败就是台湾战败吼。啊，即马诶，少年辈拢无了解，如果啊，日本战败啊，咱怎样啊？吼，唔是，啊，所以我伫网络顶关哦。慢慢拄到一寡少年囡仔吼，你甲讲哦，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，因兜受到迄个军机的轰炸啦吼，哦，这是日本人来轰炸，我阿姨咧讲戆话咧讲笑话吼，你当时就是台湾就是日本啦，日本咧炸日本，搞这款代志，哦，啊，因就是对历史根本就无了解吼，啊。可是这个 Richard 甲林志兴先生吼，对这个论述吼，我相信对台湾啊真有贡献啦吼，啊这特地那个敬佩的所在吼，啊伊唔然呢，佮继续安尼再拍拼呢吼，实在是真佩服啦吼。啊，即马当这个电脑袂好势吼，当。啊，佫感激，感激嘛是爱因的，无啥时间的吼。安尼，无我着用我感激来讲啦吼。了解吼，咱台湾人自即个1920年代拍拼到即马，伊个大概经过啦吼，一挂真侪社会运动吼，当然对台湾的即个意识的提升，台湾文化的提升吼，有真大个贡献吼。啊，譬如讲咱1920年代吼。挂这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啦吼，啊，哦，伊就出来了吼。1920年吼，有一个新兵会吼，1920年，这个新民会伫东京成立吼，啊，这个新民会就是早期这台湾知识分子吼留学这个日本，啊，伫日本东京吼成立这个新民会，啊，推选这个当时这个古方的这个林献堂啊，啊，做会长安尼吼，啊，即马林献堂确实是。这个台湾历史国的人吼，一个真重要的人吼，啊，对台湾的文化非常有贡献的一个人吼。啊，即马林献堂的这个无方林家吼，即马有一个展览伫这个台北吼，孙文纪念馆啊，就是孙立先吼纪念馆吼，内底有一个展览到5月吼。啊，这个新民会吼，伊伫1921年有迄个出版这个《台湾青年》吼，有出版一个杂志。啊，这一直到这个啊1950年代吼，这个伫日本的台湾独立联盟，伊嘛有出一个杂志，啊，所以用相同的名吼，我叫做《台湾青年》啦吼。
啊，所以这个新民会的早期吼，啊，伊也办报纸，叫《台湾新民报》吼，啊，所以真无简单啦吼，办杂志去办报纸安尼吼，啊，1921年吼，就是这个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吼，啊，文化协会这个主导者吼。是蒋渭水啦吼，这是一个医生啦吼。啊，1922吼，有一个叫做台湾议会及医生同盟会啦吼。啊，这嘛是林献堂先生啊所领导的吼。啊，1926吼，26有一个台湾农民组合吼，啊这。现在读这个历史也知影吼，啊，这领导者呢是这个江杰啊，甲赵刚啦吼，这是争取这个做事人吼，特别是早期日本时代，因为这个晋江镇吼，啊，这个江镇会社咧放这个江镇的时阵吼，拢会甲你偷金鸟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去争取这个农民的权益啦，吼。啊，一直到这个1927年，吼，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啊，一分裂，吼，分裂，迄当时有所谓的左派、右派啦，吼。啊，即个较右派，吼，啊，佫另外成立这个民众党，台湾民众党，吼。啊，这是。台湾上早的第一个政党吼，伫迄个时阵成立。啊，1928年吼，啊，伫上海成立这个台湾共产党吼，啊，这是这个蒋介石一挂人吼，这嘛是中部的人吼，啊，所伫上海成立的吼。啊，蒋介石这个台湾女士吼，啊，讲起来嘛是。非常非常伟大的女士吼，一个无读册吼，啊，开始唔捌字，一直拢做养女的一个台湾查某人吼，啊，有法度伫这个运动的中间吼，变成做一个领导者吼，啊，尾啊，送伊到这个莫斯科的大学去受教育安尼吼，啊，当然真不幸就是讲伊迄个战后吼。啊，走去中国吼，啊，受到中国的这个批斗啦吼，因为你台湾人伫中国人内底吼，总是用另外一种的看待吼，认为讲你是台湾人，受到迄个日本的教育吼，啊，是右派有诶无诶吼，啊，所以伊过身的时阵嘛真悲惨吼，后受理也真悲惨。啊，1930年吼，啊，有一个台湾这个自治联盟吼，啊，这嘛是林献堂啦、蔡培慧吼，因这人来成立的呢吼。啊，这所谓的社会运动啊吼，来搁一个，主要呢是争取台湾人的权利啦吼，啊。凝结这个台湾人的认同，哦，提升台湾人的意识，哦，就是讲咱本身在地，咱就是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咱来认同咱是什么款的人，吼、哦，有这个认同，吼、哦，啊，迄当时当然是日本时代，也阁是这个日本的殖民地啦，吼、哦，一直到1945年4月7日。日本甲将台湾合并落去日本的土地吼，啊，迄当时台湾的人啊，阁是日本少吼，啊，所以伫这个1920、30年代吼，即个运动者，即个台湾精英吼，哦，日本的这个政府啊，起诉啦吼，啊，判入监的吼，真侪吼。一关的吼，啊，比如讲这个蒋渭水啦吼，蔡惠如啦，吼、
哦，名川啦、啊、吼，即点出咱有诶捌听，有捌听吼，啊，错过会吼，啊，林佑春吼、啊，林佑春是即个林献堂诶一个弟仔吼，林佑春啊，感激啦吼，张清切、偌好，啊，甲杨贵吼，啊，当然偌好，中华人吼，啊，咱大家知影伊即个文学家，大文学家吼，啊，咱个尊敬。叫做是现代文学之父啦吼，伊写真侪即个小说吼，啊表达即个社会的无公平的所在吼，啊即、這个杨贵吼，杨贵嘛是一个文学家吼，啊伫日本时代的时阵，伊写一个小说《三宝夫》吼，得到日本的即个奖吼，啊结果呢，最后呢？那就写三百里啊，几百里吼，哦，国民党判十二年啦吼，所以上贵的文字吼，就迄个时阵安尼吼。啊，1934年吼，你算了吼，1934年吼，有一个叫做大洋店啦吼。台是台湾的台，洋是迄个太阳的洋吼，啊，这是即个台湾人一挂艺术家，就是即摆咱所了解即个前辈艺术家吼，大部分拢是留校即个日本的吼，啊，比如讲伊即个创会人吼，啊，有陈直奇啦吼，廖家春啦，李就桥啦吼，啊，颜翠龙。李梅秋、杨三郎啊、陈林波安尼吼，啊，这个陈立奇是真可惜、真优秀的一个艺术家吼，啊，但是30几岁就过身啦吼，真可惜吼。啊，即马即个前辈画家，比如讲廖家春呐吼、陈林波吼，因即个图吼，伫国际上的拍卖吼。差不多4-5号还是8号，迄拢几啊亿个，大概拢上亿个吼。啊，所以这人的艺术成就吼，值得咱吼诶，这个学习的所在。啊，因伫1934年成立这个大洋店，就是讲针对日本的地点，日本哦每年拢办一个地点吼，啊，台湾人要参加这个地点，伊作品来送伊个当听。啊，搁伫东京受到完全部是日本人的审查委员的审查，啊，所以即台湾人艺术家就咪讲，哎，安尼无啥对哦，因为咱台湾人的作品是安那一定爱经过日本人审查，咱家己会当审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成立这个大洋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嘛是讲台湾人的这个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啦，吼、哦。即卖一到即个1941年吼，即个太平洋战争就爆发啦呢。啊，即个时阵吼，真侪咱台湾人大部分拢去日本读册，去日本留学。啊，了后呢，因为即个战争爆发啦，因遮人真侪无倒来台湾，因就转到即个。啊，中国的东北啦吼，迄当时叫做华北吼，是啊，求发展啦吼。啊，当然，我是认为讲，因遮人吼，当然有少数的人是投奔祖国啦吼。啊，但是我即摆去最近看一寡资料吼，台湾人去到中国华北，因为日本迄当时吼，有成立一个满洲国。哦，啊，咱这个东，唔是咱啦吼，这中国的东北吼，非常非常宽啦吼，啊，需要足侪人才，啊，所以台湾人迄当时去到中国的东北吼，有差不多5000个人啦吼，相当侪吼，啊，有的是做生意的，啊，大部分是日本政府的这个公务人员，啊，佮医生也、啊、非常侪。因为迄当时中国的东北吼，
我咧真同我啦吼，因是一班人内底吼，靠0.8个医生，连一个医生都无吼，啊，所以真欠缺医生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真济吼，去到这个华北吼，去中国东北个所在，啊，但是去到中国呢，因这台湾人唔敢讲因是台湾人，吼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甲台湾人个中间呢。拢讲用白字就对啦吼，白汉字吼，白字做代号就是讲啊，咱拢是啊台湾人来安尼台湾吼。啊，当然真侪去中国台北啊，战争的时阵嘛，哦日本政府吼真侪征调去南洋战争的嘛足济啊吼，啊去到南洋的人当然是较真悲惨啦吼。会当这个转来吼，非常非常的少啦吼，啊，大部分拢无转来，哎，拢死伫迄款所在吼。所以这是这个战争的时阵吼，啊，1945年当然就是讲日本啦吼，啊，我就是讲日本啦，台湾战败吼，台湾嘛是战败啊，啊，即。走去中国这些人吼，有诶就是伫中国替国民党服务诶，替共产党服务诶吼，啊替国民党服务诶，就对即个蒋介石这些人就转来台湾吼，啊叫做回归祖国啦吼，哦因转来安尼吼，是讲哇转来一声未歹吼，会当做台湾发展吼，啊无想讲两年后1947年吼，啊就。发生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即有中国的东北经验，即人真济呢，拢伫2008拢断死，吼、哦，拢消灭掉吼，即、哦、人。啊，当然是2008，咱了解真济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即可能咱即个郭老师也有讲啦，吼、哦，即2008牺牲的人真济吼。哦当然，迄当时即个人数目啦吼，真歹讲，确实偌济啦吼。迄当时户口也无清楚，迄当时啊，乌白的人、乌白大人吼，所以即个数字无啦吼。但是根据即个美国人一个作者吼，就去考，伊是讲大概有20,000人以上啦吼，啊有真济个讲无人领啦吼，也搁较济安尼吼。所以这数字确实无法度讲有一个确实的吼、哦。啊，2008以后呢，哦，像蒋雪红啦、杨克宏这人吼，走离开台湾，经过香港，转去美国，吼、哦。啊，蒋雪红伊安那走呢？伊是落去到高雄港，啊，伊当时的高雄港吼、哦，是迄个国民党的军队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伊是因两个是坐这个军舰啦吼，坐军舰啊，走去到香港迄边去安尼。哦，伊是讲上危险的所在，上安全的所在，啊，所以就经这个管道去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这个廖文杰啦吼、哦，啊，甲苏明因这款人吼，嘛、哦、是经过。廖文杰是经过香港，啊，甲伊甲日本东京，吼、哦，啊，伫日本东京，佮开始台湾人的这个独立运动。啊，这个苏明呢，伊是坐迄个货船吼，人咧运金蕉的船吼、哦，啊，伊是去乘坐咧迄个压金蕉的吼，啊，金蕉就压去船顶，啊，然后飞到船顶来。啊，去到日本啦，吼！啊，这人继续吼，啊，日本吼，来、哦、做一挂台湾人的这个独立运动啦，吼、哦！啊，1949年吼、哦，这个中国的内战吼，啊，国民党啊，共产党拍吼，啊，共产党拍输，直直走，直走吼，啊，结果走无路，怎撤退来台湾？哦，啊，当然，国民党迄当时伊无海军呐、啊，嘛无啥物舰船，啥无吼，是国民党军
啊，伊前吼，拢是坐美国的军舰吼，啊，美国给送来个台湾的吼，啊，结果这人吼，即马台湾甲你占的吼，无要走吼，啊，所以这条线嘛是爱向美国讨的吼。你讲啊，你这个土匪是你载来的，啊，你怎啊你嘛甲处理啊，吼，所以因迄个时阵吼，就是都往来台湾吼，啊来占领，啊，所以。1945年吼，是台湾战后吼受到占领，啊，这个占领国呢，应该是美国吼，啊，这个蒋介石是代理这个民军吼占领台湾吼，伊是这代理者吼，啊，1949呢，国民党是来台湾伊算作流亡吼，因为1949台湾是。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吼、哦，所以伫中国走来日本的领土，迄就是流亡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的性质就是流亡政府，啊，所以国民党呢，国民党政府伊两层的这个性质，一层是占领，吼、哦，啊，另外一层就是流亡，吼、哦，已经相等的这个性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虽然往往有当时啊拢多啊乱意，吼。啊，当伊是占领，还是流亡，啥物吼？啊，煞变作以后就是变作就是算古话无了吼，煞变作即马真侪台湾人认同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台湾都中华民国个啊，啊，咱就是中华民国人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迄是一个吼、哦、客观环境个甲咱误导啦吼，啊，佮教育个关系吼、哦，啊，即马经过。即个民进党的论述吼，啊，咱个确实真清楚吼，但事实上唔是安尼吼。啊，1950年代蒋介石一来，开始派人啊，二礼拜以后刷的就是白色恐怖这个统治啊吼，就是派人对伊个反对的人吼，对伊有意见的人吼，其他人也好，台湾人也好吼，全部派啦吼。啊，因为是安尼，所以咱的这个副总辈吼，啊，拢讲咱囡仔人吼，啊，有耳无嘴吼，袂使讲话啊，袂使插政治吼，啊，所以咱对政治就是安尼，咱拢无插，啊，结果囡仔人咧插，啊，所以拢因的统治吼，啊，支配这个整个的国家的资源吼，啊，了后呢？咱知影1952年吼，即、這个旧金山合约伫五月就签嘛吼，但是1952年它开始即个生效就对有效啦吼。啊，即摆咧讲公元吼，公元甲民国是差11年啦吼，啊，所以你若讲民国15年吼，你搁加一个11吼，变做1926安尼吼，你搁加一个11就对啦吼。啊，即摆吼来到这个1950啊，甲60年代吼、哦，台湾人呢，因为迄当时真济拢出国留学吼、哦，啊，迄当时拄这个美国吼，伊、哦、个工业开始发达，啊，真济大工业吼。哦因为可能是因为一挂税负的关系吼，提供非常侪即个奖学金吼，啊，互世界各国的人申请吼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真侪大学生哦，都开始吼，要做兵以前拢开始咧抢要出国吼，啊，我迄当时嘛是即个情形吼，啊，申请出国安尼吼，啊，出国的时阵，当然我真好运啦吼。啊，请到3间大学吼，啊，其中一间是予你迄个全部的奖学金啦吼。全部奖学金就是讲吼，你注册费，啊，伫美国的生活费，啊，宿舍费，啥物拢予你吼，我有够赞的呢吼，啊，拢毋免钱安尼吼，会当去留学。啊，但是问题是，这个台湾甲美国，行路未到呢吼。嘛是爱坐飞机啊，还是坐船啊？啊，
啊，伊当时招一个这个留学生吼，因为要省钱，拢坐船，啊，坐船拢坐几啊个月吼，坐船，啊，无就是租迄个包机啦吼，啊，阮是租包机啦吼，啊，租包机相对较俗啦吼，啊，迄当时台湾的经济啊，毋是讲足好吼，你讲买机票坐去美国的，无遐简单嘞吼。啊，阮家、阮老母、阮老爸，我哎，啊，这个囡仔会当出国就好啊。啊，当面啊，无钱啊，买机票啊，吼、啊。所以阮老母啊，就伊金破链啊、金手指啦，吼、啊，包包来就摕给我嘞，吼、啊。讲你这物件摕去高雄的桥仔头，吼、啊，我一个阿姑吼，伫桥仔头咧开金仔店。伊讲你摕去卖恁阿姑安尼吼，啊，换一挂现金安尼。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吼，啊，准备一寡飞机钱，啊，佮伊当时我伫新台一个江苏吼，啊，借我美金300块，啊，我着美金300块第二日底啊吼，啊，着安尼飞去美国吼，即些着飞去吼，啊，伊当时着大部分的遮个台湾青年吼，就是讲一旦啊离开台湾，就无要转来，就讲即款澳政府吼。即款国民党即款统治吼，阮无要接受就对，啊，所以去到美国、去到日本世界各地遮人吼，大部分迄本护照吼都无用啊，就等到到啦，吼，都无爱转来就对啦，吼。啊，虽然我出国的时候有甲阮老母讲，有啦，我国头会转来，啊，结果是无影，我无想要转来。啊，到即摆吼，结果呢，我伫国外头要将近30年，啊，了后甲想要转来，要转来吼。啊，但是这个想法吼，无要转来这想法无真正确。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你要转来，你有遮尔好的教育，啊，佮受到美国、澳洲遮好的教育，你应该转来台湾。教育咱的人，互咱的人，大家当提升起来，啊，当然意识会当加强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咱无转来关呢，吼、哦，遮位呢，拢互钱仔人接去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这个30天后转来了，吼、哦，诶，怎么算啊？今嘛？转来到台湾了后，我大部分的位拢安静去啊，拢卡位啊吼。啊，所以我转来的时阵，想讲要转去新台吼，要去接一个啊驾车的位无啊，拢安退去啊吼。啊，所以这五光年代、60年代这精英吼，去到这个日本、美国开始。从事这个台湾的独立运动啦吼，啊，伫1956年吼，啊，美国成立一个，伊叫做 3F 啦吼，就是 Formosan Free Formosa 吼，这就是伫美国吼，啊，是讲伫迄个台湾以外上早的一个啊，台湾人的独立运动啦吼，啊，这个东西。这个叫做印尼美国的费德达菲啊，吼，叫做费城成立吼，啊，有五个留学生啦，吼，啊，这五个留学生啊，这个罗主义吼，伊捌转来台湾啊，几两摆吼，啊，一个真优秀的一个台湾人吼，啊，英文非常好吼，啊，逐摆伫这个美国的杂志吼。发表对台湾的这个文章吼，啊，杨东杰是一个医生吼，啊，这个医生呢，即摆人转来伫台湾吼，啊，真久啊吼，啊，即摆嘛阿哥安尼为台湾咧造状吼，年纪嘛真济啊吼，啊，林明坤伫迄个美国迄边咧教书，啊，真早过身啦吼，啊，但你着啊。台湾开研讨会也捌转来一摆哈，啊，林树湖我着较无熟悉哈。
啊，五七年吼，就是伫台湾开始哦，办下咧地方选举啦，吼，啊，开始咧选安尼吼，啊，所以省议会咱拢知影吼，有所谓的五虎将啦，吼，这五个人吼，啊，李万基、郭国基、吴三连吼，啊，李元振、啊，郭富兴吼，啊，这个柯世仁伊毋是虎啦，吼，伊是一个风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咱一般是讲五虎啦吼，啊，其实五虎以外还佫一个柯世仁吼，啊，1964年吼，啊，这个平明明教授啊，甲魏忠条、贾聪明吼，这三个人吼，是迄个老师甲学生的关系吼，啊，发表这个台湾人自救宣言啦吼，啊，当然这个宣言伫印刷厂内底。都封掠着啊吼，啊所以这个物件无发出来吼，啊但是伫迄个当时，我是感觉吼，非常非常值得来敬佩吼，迄非常有勇气，伫迄个时代、迄个年代吼，咱还佫会记人吼，是反攻大陆的年代呢，大家拢咧反攻、反攻大陆去吼。啊！你发表这言论，讲反攻无望啊啦吼！你没反攻啊，哇、哦！这抬头罪呢？你敢讲？敢讲抬头啊？啊！所以这人就掠去啊吼！啊，当然即马其中一个魏忠条吼，啊已经过身啊呢吼。啊，即马1970年代吼，就是这个。世界叫做世界台湾独立联盟啦吼，啊，伫1970年的正月初一成立，吼，啊，伊当时迄个主席是蔡同英，即摆拢倒来是调台湾啦吼，即摆咧做立委啦吼，啊，啊，这个民视吼，民视是地下董事长啦，啊，赵灿哦吼，啊，捌选过台南市长吼。啊，罗文良啊，即摆倒来伫台中吼，啊，台中啊做生意吼，啊，陈良志即摆台北有一个基金会吼，那种20世纪啊，21世纪一个基金会啦吼，啊，即、这个地主宅我吼，迄当时是一名秘书啦吼，哎、啊，啊，1970年啊，拄拄啊好吼，即、这个平明明即个教授吼。脱离开台湾，吼、哦，因为伊发表这个台湾自救宣言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互关啦，吼，啊，了家己禁伫因家吼，袂使出去吼，啊，所以就想办法出国安尼吼，逃走离开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伊离开台湾，吼、哦，有一个故事啦，吼、哦，因为。伊知影有人咧甲监视吼，啊伊逐日拢徛伫伊客厅个窗仔吼，徛伫遐，啊主要就是要互监视人看，吼、哦。我有啊，我有伫咧吼，啊伊就逐日就是拢喙手拢无去剃吼，啊留胡须，啊头毛留长长安尼吼，啊逐日拢徛到窗仔边安尼吼，啊所以伊有一个真好个外国朋友，一个牧师个款吼。哦啊，我那福州的吼，啊来个拜访安尼吼，啊，这个福州的变作平平民教授安尼吼，伊就这个福州的美国福州的就徛到窗仔遐吼，互监视的人看，吼、哦、哎呀，都平平民还佫伫遐呢吼，啊，真正平平民呢，就流窜出去啊吼，啊，走去迄个坐船去香港吼。哦啊，陈良刚啊，坐飞机飞去水电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是伊造出来的一个故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讲1970年吼，啊，吴文良甲我吼、哦，有一个伫美国七九这个事件吼，啊，1971年吼、哦，这个联合国将这个蒋介石的代表吼、哦，这个。驱出啦吼，就是该赶出去联合国吼，啊，这是联合国的用字吼，就是蒋介石及其代表吼，
给赶出去，不是将中华民国赶出联合国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联合国目前的会员国呢，依然是中华民国，啊，即马改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袂使讲我中华民国要阁等于联合国，啊，袂通啊。联合国已经有中华民国这个设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大家真侪人拢好，拢欢喜吼，好讲啊，拢欢喜。啊，清末呢，1975就开始，就开始啊，哈。啊，这个1977年吼，啊，咱真了解，迄个长老教会有发表一个人权宣言啦，吼。因为迄当时台湾啊真危险啦，吼。啊，美国甲台湾断交啦，吼，就这代志安尼，吼。啊，发表这个人权宣言，要求讲台湾要变成做一个新、佮独立的国家，安尼吼。啊，七八呢，啊，蒋介石正式，吼、哦，继承因老爸，吼、哦，啊，来统治台湾。啊，1979，咱知影吼，咱今仔在座嘛，真侪高雄来的吼。这高雄是台湾的民主，了民主圣地呢。台湾人啊，剩南部遮的尔吼，就是比利特事件吼，伫高雄发生安尼吼。啊，当时就是遮人吼，拢掠去吼，黄信介、徐民德、张俊宏、姚嘉文吼，罗水秀莲等局遮人吼。啊，当然，这人有的是王星啊啦吼，啊，有的是原来做过中华民国的官啦吼，有的做过副总统去啊吼。啊，1979呢，这个中华民国呢，甲这個美国断交啦吼。啊，就是因为断交的关系啊，美国和台湾无正式的官方关系啊，所以美国呢。伊伫国内经过伊个国会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吼、哦，因美国国会家己通过，和台湾拢无关系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是安那会当成立一个国内法呢？因为台湾本身唔是一个国家，伊若台湾若是一个国家的时阵，就变作条约啊。美国甲台湾来签订条约，伊毋是因为你台湾毋是国家，啊，所以就有台湾关系法的这个物件产生吼。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咧讲吼，1979年以后吼，中华民国的名呢变作台湾统治当局，无要甲叫做中华民国吼。1979年以前。叫做中华民国呢，79以后叫做台湾统治当局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即摆咧讲，2021年要选总统，虽然不是，是咧选局长，吼、哦，是统治中当局的局长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家己韩国咧选总统，啊，其实不是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国家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来到1986吼，民进党突破党禁吼，伊开始正式做党。啊，蒋介石迄当时就决定讲无要掠人吼，啊，所以就因准备做党吼。啊，1987年就是戒严嘛吼，从即个戒严吼38年吼，世界上长的即个戒严吼。戒毒吼，啊，虽然戒严戒毒啊，嘛是照样掠人呢。吼、哦，你1987年这个台湾政治受人这联谊会吼，因、哦、开会主张讲台湾应该独立嘛，结果呢，伊会长、副会长就掠去啊吼，这个蔡英文啊、柯志忠吼，都搁掠去啊呢吼。啊，但是戒严以后吼。哦当然，含戒严时期吼，较无同，较唔啊遐公然掠人啦吼，啊所以
出来选举的人都愈来愈多啊，吼，因为较无危险嘛，吼，大家拼命出来选举吼，啊，所以迄当时就是这个选举啦，吼，啊，我是感觉选举的这个制度，咱投入去的选举吼，这是中华民国制度的选举吼，啊，咱投入去因的选举，顶有呢来加强伊这个体制。予伊即个体制的生命吼，啊继续延续落去吼、哦。因为即个选举呢，毋是咧咱要选举，是中华民国的选举吼、哦。啊，1989当然咱知影吼，即、哦這个南洋自焚啦吼，因为伊要争取即个100%即个媒体自由吼。哦开始只海外台湾人讲啊，应该转来啊，吼、哦，要拼的时阵，大家转来台湾拼，袂使阁住海外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就开始大家开始闯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早期当然就是台湾精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过过红人咧开始闯关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人开始转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转来了后呢？因拢投入选举吼，啊，比如讲蔡东营、姜灿龙吼，啊，陈东山、柯天才吼，王显南、李应元这人吼，拢投入选举。啊，其实伫海外拢重视这个独立运动啦吼。啊，过去伫海外吼，特别是美国的独立运动吼，即我出国了就开始加入吼。啊，迄当时即个独立运动的纲领啦吼，就是讲咱来不惜，啊是讲采用一切的手段吼，包括武力吼，要推翻中华民国吼。啊，但是一直到1990年了后，这人转来到中华民国的时阵吼，啊，煞袂记即个纲领，我们要推翻中华民国吼。结果拢造于双股，变作中华民国体制内底一个分子啦吼，所以有这个极大的改变吼。啊，1990，我李登辉就是做中华民国的这个总统啊吼。啊，1991拄啊我转来迄年吼，啊开始这个七八吼。这个行动的名啦，啊，这是刑法100条，就是讲你若有迄款想法，吼、哦，反对政府，啊，是要颠覆政府的时阵，这就有罪啊，哦，这就会使抓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条是无理，我读到咧想啥，无罪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这个运动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100行动的名，可是最后成功，吼、哦，这条。这个刑法100条，到尾呢有取消吼，啊取消了后，真济啊，因为这个关系都无做无代志啊吼。哎、哦欸、对对，哎、欸、就是陈正仁哎，阿、欸、个什么人，过掉一个掉什么人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，迄是独开会，吼、哦，迄是独开会，啊，这个行动的名字。这个已经过身啦，叫做什么名？林三田。啊，林三田，林三田，对，啊，哎，林三田呐，吼，啊，甲这个李定环，是李定环是啊，李定环我那有出来，啊，李定环最后呢，有去这个建国党吼、哦，做党主席啦，吼、哦，哎，啊，1992呢，有外岛会，就是外省人诶。台湾独立会吼，啊，这主要是廖仲山呐吼，陈水扁、
食人吼。啊，1992年呢，这个台湾教师联盟，这就是台湾的国民学校的老师吼，啊，有一挂是中学的老师所组织的一个联盟吼，啊，因落乡啦吼，去台湾这个乡镇去办演讲吼，办几百场的演讲吼。啊，这个演讲当然有真侪场我有参加啦吼，所以真无简单，亲为台湾的专家吼，啊来讲台湾的代志安尼吼。啊，1996年吼，啊李登辉就变成做民选的吼，第一任的这个 ROC 啦吼，咱咧讲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吼。啊，2000年呢，阿扁啊，吼、阿扁啊做总统啊，吼、啊，啊，当然迄当时大家台湾人真欢喜啦，吼、啊，想看台湾应该是出头天啊，吼、啊，咱有法度家己要建国啊，吼，啊，其实无法度，你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选出来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啊，你无可能中华民国的总统。要演到中华民国，迄无可能啦吼，迄袂当，因为过去我嘛是认为讲，啊正面运动应该通的吼，你着中华民国去改一个名，啊着台湾着独立嘛咧，其实毋是，啊哪讲毋是呢？因为政府这个物件吼，是有界限啦吼，比如讲中国的民调吼。哦，清朝拍倒唔吼，啊，明朝无去啊，变做清朝，但清朝嘛是中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清朝呢，和孙中山引导的时阵，孙中山这个嘛是中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佮拍倒，伊嘛是叫做中国的吼、哦，啊，即摆流亡来台湾的中华民国。那改名改做台湾的时阵，伊嘛是中国的流亡政府，因为政府是界限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干那靠改名运动无法度吼，你、哦、爱站伫这个战争法的立场，还有这个对台湾有管辖权的这个国家的监督之下，所举行的选举吼，才有法度得到国际上。诶，这个承认吼，靠法度来建国安尼吼，所以中华民国这个选举吼，咱袂当建国吼。Hello， 这袂错啊吼。啊，结果呢，阿扁总统做着，连讲袂当改名吼，家己煞拍咧乌罗，即摆咧坐监咧，吼。啊，所以讲起来是，嘛是真悲哀啦吼。这边是不是电池啊？不倒的问题，因不倒的。现在吼，讲到这个2006年啦吼，这个林志升顶吼，这个控告美国这个代志吼，我想这个控告美国吼，爱有真大的勇气啦吼，因为你要告，不是告一个人的吼，是告一个政府的，拜托的吼。啊！你告一个政府，你讲你的理吼，你道理若听袂知，啊，你是要安怎共告？人插嘛无要插你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有相当的这个理由，相当的准备吼，
啊，相当的勇气，啊，搁还有相当的财力呢，吼、哦。美国律师，伊是收美金的吼，伊搁搁还收台币的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费用啊，不只悬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最后以这个理由啦，吼、哦，我敢告你，就是我有理，吼、哦。啊，理由就是讲，经过旧金山合约，吼、哦，这旧金山合约48个国家签字呢，吼、哦。啊，美国是主要的这个联盟吼，啊，国家吼，的主要国吼，啊，所以美国因叫做是主要的占领权国啦吼，啊，主要占领权国吼，迄、那个伊来攻日本、攻台湾，拢是美军啊，哦，无其他的军啊，啊，所以。伊征定位征服台湾吼，啊征服台湾，台湾变成做美国的海外一个被合并的领土啦吼、哦。台湾啊，佫毋是美国的领土哦，伊个名词啦吼，即、哦、嘛是以前因找出来个名词吼、哦，叫做被合并的领土。啊，被合并的领土的顶端呢，台湾人呢？即台湾人就是1945年伫台湾有户籍的台湾人吼，啊，甲伊后代就叫做本土台湾人吼。即个人呢，伊当时大概1945大概600万人啦吼。即个人吼会当享受美国宪法所保护的基本人权吼，啊，即、这个基本人权呢？上重要就是讲，你有旅行的自由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来发一个旅行的证件，啊，是旅行的护照，我当旅行，啊，所以这个法院啊，承认讲，啊，台湾就是被合并的领土的时阵吼，咱免去 AID 排列啦，吼、哦，咱若要去美国吼，啊，证件摕下就会当去啊，吼、哦，有这个旅行的这个自由啦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过这个美国这个代志，将这个论述吼、哦，向这个美国法律，向美国政府挑战，就是讲你60几年来吼、哦，根据国际法，根据战争法，啊，你拢无照顾来啊，害我一只安尼受苦吼、哦，啊，你要安怎处理吼、哦？啊，所以伊这论述呢，有经过法律的这个辩论吼、哦，啊，确实。这个法律嘛，承认讲你的论述吼，我无法度给你调整吼、哦。你论述检查是正确的，啊，但是我法律呢，我法律就是讲要承认讲。台湾诶，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吼，要承认这点吼，伊讲这点是迄个政治诶问题，是政治诶认知吼，超过司法诶这个范围，啊，所以这个控美诶这个案件呢，我无法度甲你处理吼，啊，但是伊诶判决文内底啊写真清楚，就是讲。台湾过去60几年来吼，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，吼、哦、啊！台湾人呢，过去呢一直无一个一直认知的一个政府，吼、哦、啊！伫台湾伫国际社会内底呢，无有确定的地位，哦，应该甲你讲啊，足清楚啊，哦，你无一个大家一直认知的政府。哦，你咧中华民国话无要甲伊承认嘛？台湾人无要甲承认嘛？吼、哦，无一直认你的政府，啊，咱伫国际上无确定的地位，吼、哦，咱国际上无地位啊，因为你旧金山合约日本放弃台湾啊，啊，台湾是要归什么人？无讲啊，啊，所以咱的地位，台湾的地位一直未定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是安尼，所以咱
六十几年来一直无工作安尼吼。啊，迄、那个过去咱也知影吼，2004年吼，即、這个美国的国务卿吼，鲍威尔伊也讲吼，台湾无享有国家的主权，吼、哦。但意思是讲，台湾并无，唔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啦，吼、哦。啊，2006年吼，即、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吼，伊嘛讲台湾。唔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伊还阁唔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2007年，2007年，这个美国国务院伊也正式讲 ，ROC 唔是国家，就是讲中华民国伊唔是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嘛唔是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嘛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真清楚，就是美国。是主要占领全国吼。啊，2010年呢，一挂即个海外台湾人吼，当然过去台湾人的意愿，想讲要建立家己的国家吼。啊，但是国际上拢唔知影，外国人拢唔知影，所以就是伫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美国真有名的《New York Times》吼，定一个广告，吼、哦，这是2010年吼、哦、7月吼、哦、定一个广告。啊，这个广告就是讲台湾人、台湾人民建国双言吼、哦，台湾人有这个意愿，家己要成立一个国家的这个强烈的意愿，表达了国际知影呢吼。啊，这个广告定出来了呢。这个加拿大有一个已经退休的国际法庭的法官吼，有写回来安尼，伊讲伊赞同吼啊，这个台湾人的这个独立的这个意愿吼，啊那有需要什么帮忙吼，伊真愿意啊帮忙安尼吼。所以即马林志升等等吼，迄、那个控诉美国即个案件吼，真清楚，甲咱指出一条路啦吼，就是讲台湾问题要解决，司法呢无法度来认定吼，就是要转去国务院。啊，国务院呢受到虾米人的监督？啊，受到美国国会的监督啊。啊、所以咱即马就是讲，咱的声音、咱的行动呢，爱向美国国会来表达。啊，美国国会当然伊的形成呢，是美国国会议员啦吼。啊，但是议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伊可能4年还是3年选一摆吼。啊，伊嘛有选民的压力吼。啊，所以较困难吼。啊，去刷入这个啊。国会啦，吼，美国国迄个议员吼，啊，当然 Richard 嘛咧讲吼，咱来请这个迄、那个美国的游说团吼，来去游说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啦，吼，但是这费用吼非常非常的济啦，吼，即嘛中华民国嘛有美国游说团呐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嘛，美国的游说团呐，啊，伊这种是国家的钱，国家的力量吼，啊，咱靠咱这个老百姓的力量吼，要有一个进入咱的游说团哦，无遐简单呐吼。啊，即马网络嘛有咧讲吼，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，特别是外交委员会吼。爱举办一个台湾的听证会，啊，针对台湾的问题吼、哦，
来听讲台湾人最近的想法、看法是安怎啦吼。后日讲吼，要求美国国会来监督台湾呢，会当来制定一个宪法啦呢吼。这就是伫美国管辖之下做举行的吼，的一个宪法啦吼。即摆来讲，2011年吼，咱民政府对时代的这个因应啦吼，咱是应该要安怎吼？啊，我是认为讲，民政府的目前呢，应该看作是一个社会运动，是运动型的吼。啊，经过这个民政府的这个轮顺吼，爱继续宣传，继续落去台湾四界。乡镇去讲吼，去讲予台湾人了解吼、哦。咱宣传啊，组织内部爱继续这个组织的这个工作啦吼、哦。啊，咱不应该讲坐伫办公室要办公啦吼、哦，因为咱目前还佫无甚物功能办吼、哦，咱就是爱写信落乡吼，去讲予咱的乡亲了解。台湾的这个问题，台湾的处境啦吼，啊，所以民政府呢，主要的目标应该是控制，要安那来向美国的国会、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来宣传，来讲台湾的代志吼。因为美国国会若无振动吼，国务院伊嘛袂振动啊，因国务院最大。符合因的利益，就是讲台湾保持现在的现状，你台湾都卖振动啊，啊，台湾继续向美国买武器啊，啊，美国大赚钱啊，哦，啊，你台湾若变作是美国被合并的领土的时阵吼，咱甲波多黎各吼差不多相共的时阵吼，国防呢美国负担。哦，咱唔免做兵，唔免买武器，哦，啊，一切拢靠美国，哦，啊，虽然你唔是美国的这个公民啦，吼，袂当投票，哦，波多黎各人袂当伫美国选举来投票，啊，但是进出美国自由，啊，国防是美国派条咧，美国保护条咧，哦，啊，当然国务院无爱变更这个现状啊。毕竟这个现状呢，对伊的利益肯定有损害嘛，所以伊爱讲好啊，你点点，你台湾人啊点点啊，我点点，啊继续这模，伊叫做模糊政策哦，继续安尼打马虎眼，安尼落去，安尼对伊较好安尼啊，但是咱袂使呐，咱无尊严、无护照、无国籍啊，咱要继续落去，所以咱爱向美国的国会吵。你来出来处理这个物件啦吼，啊，所以这个民政委的目标吼，应该放到这个所在吼，啊，继续来努力啦吼。啊，这个今天大概我要讲的吼，大概是安尼啦吼，1920年到即摆吼，100年内底大概这个发展台湾人的知识分子吼。对时代的一个回应是安怎呢？吼，啊，即马就讲伫咱这个年代，2011年吼，啊，咱应该安怎做吼？啊，即马续来，我想讲，咱无休困啦吼，啊，继续吼，啊，看各位有啥物意见问题吼，啊，要提出来互相讨论。交换意见吼，真欢迎安尼吼，以上安尼吼。
谢谢曾先生精彩的演讲。那我们知道你现在也是应该是接触到很多其他的团体，包括以前就是各个这个ROC政府体系领导的一些团体，或是智库，或是你里面这个从1970年代到现在，你提到很多人的名字，那些人到今天还在社会上，还在领导所谓台独团体嘛，他们很多。那我就是想了解说，你接触到他们对民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，或是民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论述，他们的看法如何？谢谢。感谢刚才 Richard 哈，伊这个问题真好啦哈，因为我所接受的过去也好，现在也好哈，大部分过去拢有重视这个台湾独立运动啦哈。但是伊对目前对民政府吼，还佫有真大诶即个意见，还佫有真大诶，要安怎讲？既得意利也有啦吼，还有真大即个不信任感啦。我是感觉安尼吼，因为因认为啦吼，台湾呢。演变到今嘛，经过这么多摆的选举，特别是全台湾选什么总统的时阵吼，台湾就变成做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因有缘那个安尼相信，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吼，其实唔是，你这个主权独立若无经过一定的程序吼。你永远都不是主权的国家，吼，因为国际法来讲的，啊，瑞切啊一直在讲吼，你占领吼，袂使转移，还是讲变更这个主权，吼，所以中华民国对台湾并无主权啊，变了变成做一个国家，吼，啊，这些人呢，因为过去拢有参加选举，啊，做过中华民国的官。哇，好处袂歹哦，吼、哦，做官了后薪水以外，吼、哦，还佫足侪好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，当然佮讲伊有既定的理由，吼、哦，部分可能也有影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安尼，伊拢伫迄内底吼，伊所说袂出来，说袂出来，伊一定就咪讲，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伊继续安尼花。就是会当变作一个国家吼，因还佫安尼相信，啊，所以就是讲民政府的这个重大的工课，就是讲爱继续，无一定向这人去讲啦吼，啊，向一般的台湾人讲，和一般的台湾人来了解吼，啊，这人先放一边吼，你若讲在民政府有法度发身份证了。这些人绝对觉醒吼，伊可能变头前要来定期安尼吼，来这边。天贤吼，李老师吼，啊特别好玩吼，我是这个刚刚我有一个问题吼，时间点的问题真好了哈。我你查伫只就是何先生伫只，我也感觉讲是毋是咱咧讲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来思考这个问题，讲台湾现在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好啦，俄罗斯也好啦，现在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，现在美国人撤侨，为着奔撤侨来台湾，现在美国搁来海关，啊，咱会使靠中华民国的行政院国防部甲陆军政管理局独立的，是毋是？那你四个月未要去的凸显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诉求的时候，是不是会使用一个另外一个团体来告来检举这个中华民国政府，以国防部甲陆军政管理肚子？你想啊，想啊，讲你是你这台独的人，你这民进党这行社会运动这人，爱台湾这人，
你的目睭，到底五件嘛？这个都主管独立的国家，美国人来突破。哦，这是我以上的小小意见，请大家讨论，谢谢。有啦，这个跳桥的代志当然是真清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美国会当安尼做，就是你台湾无主权啊。对啊，哦，这个唔知啊。是。啊！你讲要过这人，当然过了嘛，未歹啦吼，可能这问题会凸显出来啦吼。哎，是真好啦，但是问题是发现是因开的咧吼。哎。对不，你讲台湾只惊，我跟你讲啦，台湾人吼放尿交叉无归完，子孙啊也是袂幸福，哦，这是我自己的意见。所以从这个时间点，拄啊日本发生这个大灾难，美国政府全是日本撤侨来台湾，想到你政府你讲是中华民族国家天话嘛，你搞教育你都唔对嘛，我的国家有我的尊严，想到美国人你嘛，哦，我是安尼这思考这问题，大家听讲说这话，卖个边啊有诶无啊嘛。是啊，你若无这个问题，咱四月二八要去日本，迄个交流协会也好，要去美国 AIT 也好，这种大家不痛不痒。哎，去讲的时阵，先说，甲法律监禁，就提这来嘛。你现在讲，你是一个造反独立国家，你甲我说明一下。哦 ，OK。这我当然是赞成啦，吼、哦。我是赞成这物件，但问题你过这个。过这个中华民国吼，伊的判官啊，咱唔知啦吼，伊嘛会操白写啊，吼，啊当然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呢，会使教育台湾人啦，吼，伫这個过程是会当安尼做，甚至于啊，马英九咱就是领导者啊，所以你提出一个对策啊，你要甲咱台湾人安那错啊，我你做领导者也袂要紧啦。但是咱这台湾人要来带你的公正政策出来啊！你的社会设定我不落吧？你造反独立国家，你有美国人领导，你敢解释？是啦，对不？啊，伊就是你骗啦！你台湾的领导者呢？对啦，啊，都台湾都是无主权啦，吼！啊，伊就是你骗啦！这时间点足重要，足尔重要，足尔宝贵。是是，这民主会会当参考啦，吼！啊，但是要搞这物件哦，嘛是爱钱啊，吼！这哎呀，就是呢。阿叔哦，我出头因金嘛，咱这民政府以外，搁一个叫做人民足球会吼，啊，就搁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这个国际化的那个海牙哦，啊，听讲即卖已经有五处的这个。这叫做塑像证，已经拢杀去。啊，听讲有请美国的这个白宫的这个专业人才吼，还是讲这个政府内底的这个代表，去甲咱台湾代表出面安尼。你各种安尼，啊，中华民国即摆我是讲，即摆有一个矛盾啦吼。伊讲中华民国都唔是政府啊，你到底唔是政府啊？你发表咧用台湾人民自由会咧过伊。啊，这个是讲是不是有什么款的这个解答？啊，当然，伊即马，伊这个很多主流会来对伊嘛真赞同咱，这个民政府的这款的这个行动。但是最近我好在听吼，咱这个社团吼，咱这个本土的社团，有的专家讲，这个民政府的这个做法哦，好像目前来讲是上进步，应该。会当来个重视啊，个啦。啊，但是讲是安尼讲哦，不过只山头，伊山头伊唔完白嘞，哦。啊，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见解啦。多谢多谢。但是这个国最法庭的我无真了解 ，Richard， 你知道吗？要是国家的资格，我是看到一些人在网络上说要告什么海牙法庭，我是觉得。他们那边都是要有国家资格才能告，那林志升也有提这个问题，好像是说如果可以有别的国家提出嘛，
譬如说，如果可以由日本提出什么样的问题，那你要锁定你什么样的议题？那我网络上我没有看到底他们要用什么样的议题，不是就是说，感情用事，我受到很多破坏，228你们那些东西，没有那么简单就提出那个东西，你要符合那个海洋法庭的什么可以提出的什么问题，你要提这样的东西。其实他们要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不如推动一个大家的共识，先大家都承认它是一个流亡政府，你川普在台湾境内都承认这个，包括你去找自由时报的那些发行人说停止讲什么主权独立，明明没有主权独立，这个对台湾比搞什么海洋法庭还有用，对不对？凝聚共识嘛，所以还是在台湾我们有很多事情那个共识还没有做好，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讲得太遥远了。谢谢 Richard， 因为要了解国际法庭要告，你必须要是一个国家才能提出告诉啦，台湾在国际上如果没跟你承认是国家，所以是各位行吼，可是一个问题啦吼。台湾我是感觉讲，我一直咧强调就是讲运动型，一直宣传就是 Richard 咧讲的吼，咱这个凝聚共识，咱迄个共识就是讲，爱讲中华民国是违法占领台湾，中华民国是一个流氓政府。哦，这共识若起来的时阵哦，自然这个运动就会形成哦，这个力量就会足大的。啊，即摆唔知啊，即摆大家民进党咧带这台湾人，就是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伊名叫做中华民国，啊，这就是错误无正确啊，无正确，但是伊是目前的主流啊。哦，伊讲的话，伊一个动作。这个媒体拢有咧甲报啊，啊！你民政府都要发大细声，无人要甲你报啊，所以就是讲咱这个共识要变出来，咱来继续去讲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今仔在座的，就是民政府的政治，你这个政治啊，等于恁家己的所在、家己的故乡啊，继续去讲这个物件，啊，所以我是感觉咱这个研究会。应该是重点来放在咱的这个论述，哦，这个论述伫咱读过来足清楚啊，咱有法度甲人讲，真简单甲人讲，互人了解，哦，啊，这个共识若起来，咱就是这个水涨船高啊啦，就是安尼，我就是安尼尔，哦，我来注意先生。我现在要讲的话哦，甲台湾民政府是我有脱离哦，要讲是我历史哦，所以咱咧读书，啊，甲我要讲的话是我会当作海外算计，大家唔好讲物啊，哦，假期到归之来啊。阶级告归之来，太平洋战争结束了。哦，结果到底我会啊，到底我会啊，阶级啊，啊阶级啊，日本人要登记唔够，啊登记日本人，哦，啊阶级你的之来啊，之来啊，阶级告归之来，你农民就个好卖，是不是阶级？啊这。到归，啊，再去起来，啊，即摆老虎哦，大只虎要来食这台湾的这只兔啊，兔啊，就只兔啊，较细啊，要食只兔啊，老虎可以打开啦，啊，要来食你只兔啊，先别耍你哦，别耍你哦，你怎么行啊？你只一尾真大只龙啊！那是美国龙啊，美国龙啊，
伫美国西海岸啊，日照日照照来要要甲转水啦，要甲转火啦，喷喷火出来呢。哦，你甲看卖这农民，你甲看卖咧。无意思，无意思。哦，好，啊只土啊凉哦，啊第一项，啊主要有咧讲林献堂啊，林献堂就是真有名的人，迄家己咧行路啊，啊只土地是家己的，伊唔知影咧，有够济啦。啊，这个林献堂吼，是暗的中间吼，一个月中间吼，二五间拢伫水源楼。较老辈人，大家拢车头倒来，过去用只一个水源楼，大人拢伫水源楼遐咧饮酒啦。哦，啊，迄饮酒嘛是咧讲些文化的代志啊，要安怎来打闹？哦，啊，迄个内底一个手家，你也说阿弥啊，阿弥啊，哦，还有国水，他去弯刀，啊，搞他在遐讲话，搁一挂恶劣的代志。啊，规身骨是硫磺水哦，迄个芳香性哦。啊，迄里面落来爱阿弥的，爱袂着啊，所以大家拢去安尼办桌啊，带安尼请人坐，安尼教阿弥安尼敬敬酒。有时伊阿弥来讲，你若要爱我哦，有一个条件啊，我想陪伊躺起来哦，啊，酒甲停落，停落陪伊内底，啊，做酒阿弥停个饮，你若敢饮，我就敢给你。哦，你讲你讲你事，我干脆就讲我看你莫讲阿弥，阿妹啊，阿弥啊，真是得里面讲，啊里面讲了，台湾去碰到三千五千多，讲啥有意见？啊，卖卖的，只能叫财产单身个无手机，去阿小阿妹日本啊，啊是咱阿弥啊带去日本，啊伊叫。到底阮出名啊？我定来问伊啦。哦，你里面做个大后生，我是啊。哦，你财产还未少哦。伊家讲啥呢？连衣帽钱都没有啦。啊，先是啊，连衣帽钱都没有。阮五方的迄个古迹啊，阮迄个古厝啊，迄两百几万来，是咱迄个是咱边啊。都给他带在我内底啦，啊，带来到人呢，电也唔落啦，保水嘛唔落啦，啊，边个来给带到边个头头水金？哇，里面都无安尼嘛袂使咧，看嘛看袂使，水金嘛唔落啊，我内底出去嘛袂自由咧。为了里面人家下决心哦，下决心哦，全部都放弃了政府啦。里面老乡无发现，哎，有这个原因，有这个结果，因果啦。看到就不一样啊，家己咧行的路，家己咧在做的事，行的做的伊唔知啊，都爱消防才会知啊。啊，当初我咧讲谢素红啊，谢素红是捌事件时，我都伫台中警察局，即摆都第一分局，三民路甲民生路交遐，看到台中警察局警察室啊，我只个系兴奋了。你跟着个就该扭出来，又个啪一下。啊，这里跟着个就哦，三十秒就要摸一个银票出来，摸几张出来哦。哦，出来没有？小少红啊，小少红看到一银票呢，挥个掉了一烧嘞。哦，世界可能烧银票，我第一个看到的，因为我个是冇看到。啊，小少红的暗第一银票暗哦。伫新光路遐一个妈祖庙，毋知大家有知无？妈祖庙、妈祖庙啊，遐庙公啦，我迄是小可插话啊，是啊，讲一寡历史哩，较歹势，无讲民政府的台湾民政府，但是我无讲，谢谢，感谢感谢啦吼，这一寡野史吼是切看无的啦吼，啊我嘛唔知讲。里面同一个阿弥啊咧，我嘛唔知，第摆听到咧。啊，你问到啦。嘿，我知里面同袂饮酒，伊袂啥饮酒。我台中的富官。好啊，那。今天咧，今天。娱乐，娱乐啊。今天啊。哎。啊，搁有我来这位先生。哦，我听着台湾民政府，当天过去嘛看过，
台湾国临时政府啊，还有其他的遮类似的迄个款的名词，我是我看了，啊看了遮的册，我是感觉讲，咱台湾遮的真侪优秀的遮的人才吼，啊会当200多人来过美国，啊用真一个合理迄个国际法。我是讲，来当用到今仔日第三届来发展建国的学院，啊，伫遮来辅。